晚上好，久等了。谢谢麻烦的忙。我去那个啥去了，我去换手机去了，吃了个饭，然后去换手机去了。然后因为家，哎呀，因为住得很偏僻，去那边就很远。这是为啥我不愿意出门的原因，出一趟门就跟那个什么一样，没给换，没换成。谢谢蛋挞的小灯卡，因为人家说那个什么，苹果店。置换的规则是旧手机换新手机。我这个手机是 iPhone 12 mini，他说只有到明年出了 iPhone 13的时候才能换。谢谢芝芝葡萄。白整，白搞。对，我准备那个什么了，我准备买个新的，然后再把这个卖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就今天去的时候，他说那个楼上排队等着结账和进行服务的顾客太多，已经停止销售了。谢谢明日君，谢谢斗地主，所以说就是白跑，白跑一趟。谢谢电子羊，谢谢海量，去苹果店。不然去一趟好麻烦呀！谢谢我擦完了，出大事儿。苹果手机啊，我这个手机很蠢，这个手机，谢谢大米，还有小石。播到几点？现在10点，播到，哦，好，12点。今天可以玩60秒。因为今天时间没有那么长，斗地主，然后可以60秒，然后明天再复盘吧。谢谢小石，小马，对，哦，谢谢花点点的虎牙一号，哦，天灵盖吗？好，谢谢花点点，然后谢谢小石，天灵盖。谢谢，我操完了，说大事的520，谢谢小旭旭。明天考试吗？明天考试的人就早点休息呗，这还干嘛呢？谢谢追名真白，谢谢小徐，谢谢灿灿，祝明天考试的这个观众。这个考试顺利，谢谢鱼。好吧。你后天考吗？我也祝你后天考试顺利，谢谢金文的告白气球。咱们快学习去吧。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玩一玩，玩学习去了。你不之前就有粉钻了吗？还有10天就要结束假期是啥意思啊？别人的寒假没开始呢，你寒假快结束了？真的假的？为什么？行，凉茶茶吧，谢谢畅畅。我看眼这两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杭州马上就要暖和了。
这礼拜五就要到19度了。今天咋的了？今天出门了，这是为什么我平时不爱出门的原因。谢谢阿尔斯海奶奶，谢谢怂太太，谢谢奥斯古德。因为今天6点多出门，合计吃个饭，然后换个手机，结果这就是出门吃个饭换个手机，住的太偏了，这就是住的太偏僻了。谢谢 7OCEAN 的魔法书。我几点出去？6点左右吧。谢谢小松等等。我早点怎么不出门？我早点不睡觉了，怎么没起来吗？谁是富二代啊？我现在是富一代。怎么了？屌不屌？谢谢小湖芜湖起飞到梅西湖。嗯，加倍不加倍？屁有没有？嗯，加倍。三，赢了。六，今天不复盘啊，明天复盘。今天一会儿玩60秒了，那个因为今天比较晚嘛。这个你们也都知道，就是我直播间一直倡导着健康生活，早睡早起这么一个习惯，所以说我不可能你说播到后半夜去，所以说今天就不复盘了。谢谢小馋小虫身子的鱼，天天都早睡早起。哎呦，我他妈一张牌出不去啊。不要。谢谢青青的10个守护之盾，谢谢青青。啊，没事，我还以为我还想青青没点名，应该是16个点了。大胆，过，升级。啊，点过了，点过了。兄弟能炸他吗？我一会儿得买一个新的皮肤。不要，我这两天看别人斗地主，人家有一个那个小猪的那个皮肤，小猪的皮肤能看见这个叫的这个地主这个牌是什么牌。对三，对雷，他要吗？他不要他就死了。老孙就两张牌了，小心点儿。过，完了。老孙就一张牌了。嘿，完了，这肯定是个尖儿。尖儿。哎，每天第一把都输啊，这很正常，但是并不能影响我后面有多强。你们最近这几天已经看见我到底有多强了。咱们退出去，角色，就这个猪猪超人。3000多个钻是多少钱呢？谢谢怂怂朝天的魔法书。哦，只有在排位模式下透视底牌。竞技模式。这个你们现在压的是下一把，我想试一下我这个竞技模式到底能不能透视这个赖子牌，我看看就是我能不能看到下一张赖子牌是什么牌。长得直，不假，不假，这能看见个屁呀、啊！这不是，唔加倍，这不是打完了才知道的吗？这不是泡我的吗？
顺子，过吧。不是，我这个人也有技能啊，我这个人不是竞技模式提前透视并更换赖子牌吗？我什么时候让我更换了呀？魅惑我，他怎么他对我还用技能了？对吧？哎呦！对二，不要。完犊子，这啥混蛋？你牛逼，你出连队，别在这整这没有用的。你敢出连队吗？三带一对。过。那谁？跳不起。压死。你过吧。这个牌都不知道咋赢，这不完犊子吗？不能玩这个，这把幸亏没那个什么。过，我不出。现在两张牌了，跳不起，二一张牌了，哎、过吧，小王。哎呀，我操！啊，完了，咱回正常那个区去玩去了。这有点不太适合我，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吧。嘿，在这个模式下，这玩意儿好像是屁用没有，就只是一个帅。丢地主，不抢。这把我刘晓松要是输了，没事。不加倍，不加倍。超级加倍。谢谢小车宝贝，不要狗十，你只要能把 K 让我打出去，探一探王的分布。行了，赢了，兄弟们，兄弟们赢了，姐妹们。他现在出什么都很难受，我告诉你，我给他们卡住了。不要 ，pass， 就这四个键儿，操 ，K， 我操，过，接，不要 ，pass， 忍一手。我不信你还能卡我啊！圈封顶。小王，我再忍一手，再忍一手，稳重点啊！顺子，再忍一手，再忍一手。因为他现在有三个二没下去啊，所以说咱们要再稳重一点。他把赖子打出去。飞机。谢谢刘晓松今天骗豆儿炖火锅，我没说负责。谢谢打不过就耍赖，我没说负责啊。谢谢若雪，哎呀，我也没想到能输啊。这个谢谢乐乐。我也没想到，说实话，出乎意料，有点出乎意料。
认真玩了。三个赖子就行，三个赖子就够赢他们的。不叫，唔叫，叫地主，不加倍，唔交地加倍，平台。连队压死 pass 炸弹 pass new 王炸过顺子谢谢孩子，只有五块钱。刘哥，这把认真了啊。该差不多了，输三把够了，不能再输了。谢谢菠萝的魔法书。唔叫，不叫，叫地主。不加倍，就给卡赔。不加倍，先给气势上赢一下。连队。嗯，这你不死了吗？妹妹撞哥哥手里了，赢了，赢了啊！告诉你没事。上八，赢了。勾阴二 pass， 你别，你跟谁俩呢？不要过 C 大一。秋葵咖啡了，谢谢 XY 的告白气球，谢谢 Tina 的告白气球。什么玩意儿？就输了就一万豆，赢了就九百豆啊！我在乎的是那个豆的输赢的多少吗？我在乎的是赢与输的结果。今天倒霉的一天。谁瞧不起三二啊？嗯，封盘了，直接就要抓紧赢，因为我马上要三连胜，我现在特别着急，着急三连胜。九底走。脚底足，九底足，九底足，九底足，谢谢叶子。唔加倍，不加倍。嗯。四大二。pass。你大谁呀、啊？你的不要过。你大谁 ？pass。不要。你大谁？过。pass。顺子。
谢谢 XY 的续费，谢谢糖果，谢谢谢谢亚人的爱，谢谢亚人的告白气球。只是发挥了刘哥正常现在应该发挥出来的水平，明白吗？吃草莓，你们看不见这是草莓吗？我吃啥呢？谢谢赵西西，不叫，我不叫，叫地主。完了，他 QQ 咖啡，他肯定 QQ 咖啡。你看着没？谢谢酸梅糖。完了，谢谢小柿子。顺子。大你。漂亮。你就。他只要出炸，我就炸他。那他死了。你。有没有王？没有王就给我忍着。有王你想占全啊？行，我看你还有啥，来干他妹妹。你就过六，来 K 你有没有 K 二炸他，小王漂亮，不敢炸，我就告诉你他不敢炸。炸弹，不要 pass。三，接。完了，对面没有二，他有俩二。过。二就两张牌了，注意哦，不要 pass。一张牌了，二就两张牌了。注意哦，对三。对不起，三连胜。哼，别狂狂。谢谢人间甜豆骑士君。谢谢木木。哎呀，没啥意思，就没赢。收藏好门。现在几点？现在10:14，咱们10:30去玩那个60秒。谢谢早早早。人类一败涂地还播吗？没办法自己播呀。谢谢 K 同学。哦，谢谢芊芊的续费。60秒很久没玩了吧？麦斯历险记等后天吧。好，早早早看着。因为那个什么。因为明天说要复盘一下那个哪个第三局吧，哪天的第三局我忘了。四连胜你们信吗？见过吗？四连胜在我直播间。
弟弟炸他。这个时候虽然我自己牌不行，我就相当于一个教练，自己的身体虽然比较孱弱，但是通过自己智慧大脑指挥场上的队员进行行动。你炸他，炸弹 pass，new。哎，用自己的智慧来赢，获得胜利，这就是高手，哈哈。弟弟，你就出。三，漂亮。大王，我操！这说明什么？这女的想出牌，不能如她所愿。而且他出三，他出大王，说明什么？他没有单儿，我用单儿我拉不死他，我拉不死他，这就是斗智斗勇，你看见没？哎，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没有吧？我接着拉你。二，你们，你。说你的，你这不是玩过，会不会玩啊？这个人啊，三带一，卡了吗？Hello， 卡了吗？没卡吧？好了是吗？换个线路，卡的换个线路。五连胜见过吗？五连胜。告诉你们，三连胜的地方有个封印，这个封印你突破了，你就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你没突破你就打回来了。我曾经在直播当中尝试着突破好几次，但其实没成功。三连胜是一个坎儿，但今天我已经突破了，突破了四连胜就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多到不形容。自己看，从牌上咱们来分析，五连胜的几率它就大不大。谢谢喵喵的52个钻心，你俩都不叫，我们还能不叫？不加倍，不加倍。哎，我他妈这牌挺绝。神子。不要。兄弟，求求你了，你能给我个不要？我就不客气了。七寸上了，没有王炸了，没有王炸了，我这个东西它吓不吓人？我只要把这个钩放出去了，我还怕谁？我就问问你们，就这个钩，你就这个钩在这摆着来，不要，我就在这摆一个钩，你又逼你五张牌一下走，我算你赢。
过。你俩干啥呢？三百一。你们给我 pass。炸弹。是不是谁给我下蛊了？诅咒我！这把牌也不行，这把牌啥玩意儿？破牌，没有，不是好牌，这牌不好，哦，这牌。但其实三应该早点出，这个三拉手里有点难受，说实话。牌不太好。王者早都不玩了，虽然我王者很有天赋。这牌好吗？有点不很好吗？我想去学一项体育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唔见，掉地主，不强。想学，完了，他肯定7K 卡培。唔加倍，超级加倍。完了完了，我这一看我都知道，你说我厉不厉害？我都能看出来。顺子。压死，不是，我想学滑滑板，滑滑板。就是刷顺子起来以后，那滑板就是人起跳，跳在空中以后，那滑板它用脚一蹬它，然后它开始转转转转转转，啪一踩住，啪落地。哟，那看有只狗都会滑滑板。大王，你大王，你跟谁俩的？你大王，你配叫大王吗？你配 ？pass， 过，五六，兄弟，怎么感觉你挂机了呀？你这个出牌的速度啊！不要 pass！ 哎呦我操，兄弟啊，你这让我有点慌张啊！我出个对八，对二，你就完了。圈进 ，pass。他应该没有炸了。炸谢谢波罗娃。什么玩意儿？就刚来输两把，你要早点来，我连赢四把呢。你竟看着我刚输这两把了，你为什么不早15分钟来？我10:30去玩60秒。整的像是，哎呀，就总会有这样的就是误会，你知道吗？就是。这叫什么断章取义？你看了，你来了两把，完了发现我输两把，你就以为我是一直输，但是你也不去问问别人我过往连赢四把的这个经历，然后你就觉得我是一直输的人。10:30就玩60秒，封盘了，直接赢一把，酣畅淋漓。最后5分钟来一个3连胜吧，咱们酣畅淋漓一点。乌卡卡，乌卡卡。听这个名，我不叫
你也别叫。不叫。不定。嘿嘿。我这个丢得住，我地主不想给你给你不加倍不加倍，你要就可以加倍，不可能吧？连队炸他，炸弹漂亮，妹妹出队出队，不要能懂吗？能懂。pass。炸弹。pass。炸弹。牛逼，你还炸我了？升级。过。我赢了一张牌了。你赢。兄弟，不要尝试挑战我的底线。乌卡卡就是我的底线，你要是不出我就不出，你要是出我就炸你。兄弟，认了吧。王炸。哇。你出。你看你怎么出。你三带一，你不是打我手里了吗？你三带一呀、啊，我给你出个七，我一个二，靠队友不行，队友是剩个七，就是个菜子鸡，谢谢 XY 的欢迎，三连胜啊，快点赚时间。谢谢 XY 的火焰一号。肯定是技术流。我怎么知道队友牌不大？我花了好几百个钻买的记牌器，看出来他牌不大了，因为我花钱了。六要是赖子的话，这把我就是翻身了，没翻了，完了。不加倍，他要求给卡没了。加倍，不加倍。妹妹，其实你不应该这么冲动的。顺子，不要。真的，妹妹不应该这么冲动的你。压死。漂亮。我现在有好几种方案啊，好几种打法。炸弹。他现在这么狂没有用，让他狂一手，他但凡出个对儿，他就落我手里了。你狂归。我操，这怎么还遇到这种人了？不讲武德。滚闪。不要炸弹。妈的！哎呦，我这不要脸呢！这。气死我了！哎呦，怎么遇到这样人了呀？我太讨厌这样用四点二的人了。挺生气啊，说实话。
啊，他挺气着我的这人。来开个盘啊，六十秒开个盘吧。能不能？谢谢琪琪。能不能活两个？能不能活两个？谢谢车厘仔的告白气球。为什么不能啊？我玩这游戏输过吗？你们就在这说不能啊？谢谢 SAGYNYINQ 的开通的见识。嗯，没输过。如果说你要是记得我输了，那就是你记错了，记得吧？谢谢皮皮，谢谢火烤胖胖，谢老板。来吧，可别怪刘哥不客气。现在着急封盘吗？游戏还没开始呢。咱们这么说啊，我只是开了能不能活两个，但是我没有开什么难度，咱们玩一个最简单的小男孩难度好不好？谢谢小黄。封盘了，封盘了，封盘！我就让压我不能的这些人，在我六十秒拿物资这个阶段，就让你们感受到什么叫做绝望。让你们看看我六哥的操作，六哥拿瓶水转身我就整活，回去见姑娘，我的胖姑娘。转身再拿瓶水，拿个儿子，拿个杀虫剂，我再拿个棋，收音机，地图，再拿个罐头，再拿罐头，地图呢？行。地图呢？不是，兄弟，地图呢？哎，这不算啊，这不算，这没开始呢，这没开始呢，这不算啊，这不算，这肯定重新来。就得进到游戏里面才算，这肯定不能算。哎呦，这个地图藏哪去了？我找半天。从游戏，哎，那你们现在要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赢了的话，你们不觉得自己胜之不武吗？啊，不觉得自己赢的有点问心有愧吗？咱们得从到进到游戏开始生存的这个阶段才开始算啊，那你不能在那个阶段就算呀。开始了，这一不吃糖，你的虎粮还挺多，你是点错了吗？哎呦，你可别怪刘哥我不客气，我告诉你，我发起狠，我让我自己。
女人，收音机。现在只要把儿子水拿了，咱们其实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啊。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哎，清扫一下物资就行了，随便拿点什么。因为其实本质上已经什么都不缺了，不能拿了，不能拿了，快！Yes, Mola， 完不完美？我没拿罐头，开玩笑，老子罐头出了名的多。怎么还有人说我赖皮啊？怎么赖皮了？我干嘛了？为什么赖皮啊？把这段形容词给大家读一下吧。这是我们见过的物资最充足的避难所，虽然我们也没有见过其他避难所，但我们相信这里物资充足。谢谢叶谦的小松卡，物资充足。你可能认为核爆炸足以平息任何琐碎的争论。当前景不明时，你能看到的只有墙壁，情绪很容易爆发，确实爆发了。我们开始疯狂的打斗。哎，嘿嘿嘿，对吧？我可要开始赢了，这怎么输我都不知道。哎，谢谢可可。咱记住第五天喝水就行了啊，第二天我没带书吗？选这个老地方啊，这个老地方。出去交朋友去，此刻我独领风骚。行了啊，这一家三口，我一会儿直接就是让他们死一个，起手就让死一个啊！这把就是铁了心要赢。第四天好像不用喝水，第五天喝水吧。这个人不用，这是骗子。我直接放弃一个。因为我要奔着赢去，我就不能养活四口人，养活四口人就难。JY 已经暗示今天是对他特别的一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除去一般庆典、山周前大烧烤周年纪念和国际爆米花肉周日一到，他讲的是他的生日，所以我们要送他礼物，送你个杀虫剂。哎呀，闺女啊。这个呢是最新的，来自日本的 Mastermind Japan 牌口香糖口腔喷雾。咱们呢在这个地下室啊已经很长时间没刷过牙了。这个呢就是爸爸送给你的一个礼物，你别看这是个骷髅，这是他们品牌标志性的 logo。 很长时间你也没刷牙了，你张嘴，爸爸给你喷一下来。谢谢南北来往唯一方向，南来北往唯一方向，很兴奋，你看着整个很兴奋，饥饿，下回可不可以直接就不要他了呀？感觉他是个废物，啥也没干就开始饿了，听着吗？今天他超安静，平常可不这样。我们应该跟他谈谈吗？谈谈吗？
确实是啊，孩子如果说要是出现点什么反常情况，你们一定要及时的，父母身为父母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长时间对孩子不关心极其冷漠，孩子一定会做出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你看咱们关心完事儿，你看看孩子给咱们的报答是什么，就是家里面什么事没发生，很平静的那一天。我们刚要睡觉就听到有人敲门，这里时间会是谁呢？谁会出现在这荒地里？我们如何在核弹中活下来？我们应该开门吗？开这个门。为什么开这个门啊？因为前六天我们铺垫的非常的完美，完美到这个第七天的开门就是为我们之前六天铺垫送来的礼物。礼物，哎，四瓶水，一个罐头。四个罐头，四瓶水，一本书，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出去看病去吧，你出去看病去吧，行吗？你胖乎的，你瞅你的胖样，你出去看病去吧，给你喝口水。平时你出门还得戴个防毒面具，现在你连防毒面具都不用戴了，你都红了，像龙虾精转世似的。走吧，然后我现在不给 KS 治病，不是说我这个人冷血无情 无理取闹那什么，是因为我们可能下一个任务需要用这个急救包。如果说下一个任务不是急救包，我反手就给他治病，但是现在不能治。咱们也看看第十天出去的 YY 能不能在外面就回不来啊。正常的话第十天怎么也都能回来，我希望他能够打破这个游戏的品之前的过往的这种历史，创造点新的东西出来。我用防毒面具看看能换来什么。超市房租到期了啊，便利超市房租到期了啊，全场大清仓，全场大甩卖了啊，矿泉水罐头草莓馅啊，哎呀东西太多我都吃不完，我都吃不完呢、啊。受过伤，让他受过伤啊！等等下个任务再说。他现在可以随便受伤。哎，他没受伤。对任何疾病和伤害最好的药物就是咬紧牙齿，忽略它，这是我们奶奶常说的。当然，他现在已经死了，死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5岁那年，因为蛙咬而死。
感谢不说他奶生孩子还挺早。这个不会是那群老太太吧？给他们一枪。枪坏了没事啊，一会儿用书可以修枪的。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胖胖，胖胖带回来什么了？看一下啊。这个你们也能说出来句歪歪强，你说这话的时候你不昧心吗？ KS 带回来四瓶水四个罐头一本书，他带回来两瓶水他也强，他哪儿强啊？我给他现在吃口罐头都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了啊，真的。正常的话在我这儿他连个罐头都不应该吃。通通气。哎呦，哎，怎么回事啊？这是传染了吗？哎呦，我操！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儿子，你先走，你先走，趁着现在还能走，你先再走一会儿，后面你就走不了了。绿了能咋的？人家就单纯的只是感冒了，你们想啥呢？你们往哪儿想呢？我不是说你吗，一个个年纪轻轻的，别老一天瞎合计行不行？我知道你们想啥的。怎么还能脱水呢？家里面这家里面都能哎，咱们这么富裕的情况下，我要一只神秘狗应该是没问题吧？行吗？要一只神秘狗行吗？家里面现在很富裕，你们也没见过吧？神秘狗，对，我带你们见识见识。要个神秘狗的话，就把这个 JY给放逐了得了，行吗？他从新开始不用吃饭了，他被放逐了。神秘狗和这边你们选一个吧，只能要一个。哎呦，咋回事啊？这怎么整面黄肌瘦的呢？我干啥了？这把现在我只要人少我就一定赢，但是就不能家里面人不能太多。没有纸牌，双胞胎的任务是什么？晴天霹雳啊，这怎么第二十一天这打个野就能给自己打没了呀？这不才二十一天吗？完了，这咋回事啊？是咋的？是让蓝 buff 给打死了？啊？完了，申屠一脚，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
感觉又要凉了。一个都出不去，对家里面这病，完了一个都出不去。你去吧，去找找看看有没有罐头。我为什么从来不治病？因为很有可能一会儿就是这个任务，你们能明白吗？这个幸存者这个任务很有可能就需要一个这个急救包，然后我把这个治病的急救包给了他们以后，我一会儿没有急救包，我这个任务推进不下去。这样的话虽然活了一个人，但是活了就等于死了。可能我这句话说的太有哲理太有深度了，你不一定能听懂，但是你活着就等于死了，不能拥有两个急救包。再开始任务，还行，还行，他喝一口水了。人死了还做什么任务？死一个人没事，你能明白吗？就像现在别说死一个，他俩都死了，我就圈圈自己一个人就在这儿就一定赢。哎呀，给神秘狗吃了一盒这个狗粮啊，喂了他一盒狗粮，挺开心。明天还要回来找我们，我恨不得现在就是神徒都直接给我出去自杀去都行。哎呦哎呦，我大胖姑娘都出门了，丫头的事我记着呢，所以说我要赢啊。咱们等下一个任务出现就知道下一个任务是啥，咱们才能决定这个急救包用不用，你们能懂吗？不可能没，二十几天凭什么没啊？让你们看看一个真正的职业的六十秒的这种主播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与掌握，让你们明白明白什么叫拿捏。他不可能不回来，他胖乎的，他不回来，他去哪儿啊？他不回来，他不可能。我操！而且他一会儿死了都行，就神徒现在可以死，神徒死了以后我们一会儿神秘狗就来了，神秘狗来了家里面有狗陪着圈圈，圈圈也就不寂寞了，圈圈只要不寂寞他就不会变发疯。哎呀，没有扑克牌，这个任务就算是放弃了，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手幸存者兄妹的任务了。好哥哥好妹妹给我们一个好任务，别说啊，别说，哎，等一下，朋友们等我一下啊，这个
这是什么作弊呀、啊、我不是为了要神秘狗吗？我怕我选错了，你们这些人别那个啥，这都不影响游戏进程的，你们别在这儿那个啥玩儿。哎呀这咋回事啊，送了，哎呀送了三锅罐头，这还出啥门啊，两口子在家吃吃喝喝吧，享受生活，该退休了啊。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我开盘是能不能活两个，现在是能活两个，现在再死一个我就输了呀。哎呀又拿回来一瓶水一个罐头，我就不知道该咋输，说实话别出门了，咱也别出门了，来帮他，我不治病了，我也不用给他治病了，我就让你们看看带着病我都能赢，现在不行不行，这确定不了，我还是打电话问一下。喂 ，Michael， 哎，是 Michael 吧？是我呀，啊，那个什么，我现在在家呢，你在没在家呀？啊，那正好，那什么，你先下趟楼，你下楼，你从你家那个餐厅那个窗户，你扒一下那个百叶窗，你往外看一看，在我家门口敲门的这帮人是干嘛的？我家那个猫眼坏了啊、嗯，我看不清。对，一直现在有人在我家门口敲门，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是，啊，你快点，我等着呢啊。哎，哎，不是，不用，不用挂啊，你就拿手机去吧。啊，你这是座机啊？哦，那行，那我等一下吧。哎 ，Michael， 是一群老太太。哦，那行吧，没事儿，那没事儿，那我不给他们开门了。那好嘞，啊，你玩去吧，啊，等两天吧，这两天外面雾霾有点严重啊，等过两天空气好点的，我去你家跟你一起打游戏啊。好嘞，哎，拜拜，嗯，好嘞。谁给他开呀？我现在这一屋子东西，我能承受得了这种风险吗？我就问问你，我还给他开。我这种富裕的家庭，我能承担这种风险吗？谢谢韩王的魔法术。他送东西，我差东西吗？我现在，我缺东西吗？我缺的是什么？我缺的是，这你妈第37天就来抢了吗？完了呀！不是，这才是不能出门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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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谢谢然然小松卡，通灵术召唤，神秘之血。
申屠我都没救，你说我把这个急救包一直留给他了。我有这个神秘之权，我就想问问啊，一会儿这个打劫的来，我就一会儿我都不用斧子，我看看他敢进我这个屋吗？我不放狗咬死他。读一首神秘之曲，如果没有煎饼我们会投降的。他像一头强壮的狮子一样把那些恶棍赶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一次性宠物。你们是人呐！谢谢冰糖栗子粥的高明警，一次性宠物这句话你们都能说出来。坚持住，申屠，再有六天我们就能赢。有没有那个六个手的那个人想要？喝口水呀、啊！我可以送那六个手的人喝口水，保一条命。完了，死定了，死定了，完了，死定了，输了。今天肯定是打劫的，我都不用那个啥。我告诉你，凭我对这个游戏多年的理解啊。但是我有斧子，我怕你干什么？嗯，怎么了？马上我们就赢了，担心什么呢？这小兵儿看出来没？申屠是小兵儿，到现在一点事儿没有。他还敢来抢我吗？我借他俩胆儿，他再来抢我，我告诉你，我还有通灵之术，我刚才一直没用而已，藏着呢，藏拙。你敢来？你敢来？我试一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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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慌的，该说不说，有点慌啊。做点好事快点，这个时候做点好事，做这个好事就能延缓那个暴徒来找麻烦的这个时间。这个暴徒一看，哎呦，这户人家有爱心，这样吧，今天先放过他们，先把隔壁的 Michael 给他抢了，下个礼拜再来，咱们就把这个事儿躲开了。谢谢栗子味的茶。你们信不信这个时候会有一个英雄踩着七彩祥云过来解救我？
他妈差一天呐，申屠就早走这么一天呐。哎呦，真的就差这一天。谢谢豆花的想法，这把玩点那什么的。没有难度了，没有难度，没有难度，也没有挑战，没有挑战就不能激发我的潜力，不能激发我的潜力，我就没有办法突破。谢谢局地里的小松卡，对抗，对抗了，对抗了，对抗。活三个，活三个，就能不能三个人这个通过地狱难度？哎呦，你们啥意思？怎么没人压我赢的呢？谢谢菠萝的魔法书。哎呦，让你们看看有多难看，你们输的。喂，啊，是怂哥吧？啊，我也是刘晓怂，我是这个四十分钟之前的刘晓怂，我是这个11:08的刘晓怂，你是11:48的刘晓怂吧？啊啊，没事，我就问你个事儿，啊，这个你是不是这60秒玩完了？啊，直播间哭闹的人多吗？嗯，还行啊，情绪相对比较稳定，那我就放心了，我不担心他们吗？哎呀，行，没事，我担心我观众，怕他们情绪不稳定。那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好好玩了啊，我赢的不是太过分啊。哦哦，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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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从这个拿东西这一幕，我继续让你们感觉到绝望。转身，哎哎等，哎等，卡了，重来一下，重来一下。转身，啊啊！咱们要秉承了一个，就是这个游戏玩法是什么？从里往外拿，你们知道吗？从里往外拿。这个口琴我记得能给那谁吹死三次，那这个得要，这个还有用。胖姑娘得拿罐头，媳妇儿呢？媳妇儿，罐头，水，别的拿不了了，咱们最后再拿一个斧头就完事儿了。
七七八球。那个，这把这不能算吧？这你们这要是就是现在你们家不能这帮人，你们现在就是我就算结算了，就算你不能赢，你们会因此感觉到喜悦吗？你们获得这种胜利，你们会觉得没有成就感吗？对不起，这摄像头鬼畜了吗？我明天买个新摄像头吧，我得买个新摄像头。不是你们先压不能有啥意思呢？中一赢零点二、零点一，你看看你现在压能中一赢零点九，咱们人生不得搏一搏吗？你还给中满了。就是你就非得中一赢，哎呦，这收益中一反一哦！现在压能可是，我得给你们看看仔细点儿。中一反一，这边中一反零点一，又中满了，不能让你们再压了。年轻不能奋斗一次，搏一次吗？搏一次吗？这把我可认真了，怂哥，漂亮，漂亮，拿点有用的，这个得拿。先不用拿女儿，咱们先进屋。口琴得拿了，刚才我告诉你们就是数一首口琴。哎呦，我怎么进错了？哎呦，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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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这把咱们先期就会比较物资是比较充裕啊，然后起码我们的避难所里全是罐头，我们吃罐头，睡在罐头上，甚至可以跟罐头说话，有人已经跟罐头说话了。大量的水意味着我们这一段时间不必担心了，这是我们见过的物资最充足。哎呀，这他妈不死定了吗？完了，斧子也没有，是
防毒面具也没有，地图也没有，这他妈玩个屁呀、这不是死了吗？收音机也没拿，KS 这20年有多少人看不起你，有多少人并没有见过你做事就觉得你不行，有多少人每天在讥笑你，在嘲讽你，这一次你就放下一切证明给他们看，你就是独一无二的野王。你这一次远行，我给你出一个小任务，也算是对你的入门考验。你只需要带回来一把斧子，一张地图，一个收音机，一个防毒面具，剩下再带一些七七八八的水和罐头就够了。出发吧！这怎么还有人让我结算的呢？你咋的呀？我输了吗？我这不三人在这坐着呢，我输了吗？我就结算呢？让你们看一看，我并不是在白日做梦。谢谢琪琪的续费。哎哎，妈的！哎呦我的妈呀！不需要治病啊，让他继续受伤。哎，我这怎么回事啊？就不断的家里面在增加罐头是什么意思啊？绿色的水坑怎么来的？一个管子在堆绿色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人在他玩，怎么做？绿色的水能不能让他变异呀？会不会让女儿变异？绿色的水，蒙多，地图是干嘛的？蒙多出门不需要地图。你看看一会儿那个打劫的，敢碰他不？蒙多想去哪就去哪，你瞅可不可爱？你瞅这小辫儿，这个小辫子，哎呀，怎么痛苦了？哎，算了，救了吧。地图。
无所谓，无所谓啊。这个野王不行了，他已经退位了。哎呦，谁说野王不行了呀？我这个命啊，可是真的好呀。蒙多吃一口，走，出门。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我现在可不可以提前结算呢？现在你们这些压不能的人，认输输一半的。不服。神秘狗不要了，饥荒了，都吃口饭啊，咱们抓紧时间去吧，你去看星星去吧，谢谢墙头。我都希望现在 KS 出门看星星去。这样省点粮食。哎，这怎么吃不饱呢？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上申屠圈圈河。回来了大胖姑娘。哎呀。哎我的女儿只有饥饿。明天出门。不调查。稳住。咱们现在不扯不我不扯其他的了。我就稳住。哎呦胖姑娘饿了可不行啊。谁都可以饿，我的小宝贝儿你可不能饿呀。你一定给我吃饱饱的啊，走吧。谁都可以饿，他不可以饿，他必须得吃饱。这俩怎么数啊？真的。我这把怎么输呢朋友们，怎么输啊，怎么输想不出来。缺收音机。哎呦这140万压我输的观众。果不其然是在30分钟以后开始哭的。又抓了两个罐头，抓了两个罐头，我的小宝贝儿又可以吃饭了。大姑娘怎么还没回来呢？不会吧？
PS 口袋里装着发亮的东西是什么？变异蚂蚁，谢谢大米的续费，看到他们可怕的口恶。现在病房中人，这玩意儿肯定得听大人的，孩子就不能惯。看看需要能换个什么，以两瓶水，咱们有书有这个有杀虫剂有吗？杀虫剂和扑克牌，一瓶水可以换个扑克牌啊！我才看明白，是让我们反着换，是用这玩意儿换水，谁给你换呢？开玩笑呢，做梦呢，占我便宜。有一些观众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还担心你女儿怎么回不来了。蒙多想去哪就去哪，他不是回不来了，他只是暂时的走远了。你看看今天他开不开门，不打皮箱那边都不碰。谁回来了？就问你们一句，谁回来了？我小饿宝回来了，饿了吃饭饭。他们饿了，挺着，只有你可以吃饭饭。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不记得有个小辫儿吗？他小辫儿哪去了？我记得之前他不扎了个辫儿吗？他怎么把辫儿崩开了呢？走吧，饿宝，去吧。多不容易，一天天的这几个人在家就那么胡吃海塞就造。我的任务怎么半天不做呢？哎，来了，这不来了吗？这个一定不能那个什么，哎呀，咱们也不做这个这边这个任务了，就单做这个好兄妹吧。这个急救包咱们就留给这个兄弟姐妹了。所以说现在这急救包咱们不能碰啊。然后就这几个人现在就是少吃点少喝点，挺过去就行了。他甚至都可以不吃了。这么的吧 ，KS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成长计划当中会被放生了，被放逐了，因为他已经。不符合我们的这个延续生命的要求了。恶宝回来了，恶宝带回什么了？恶宝带回了个防毒面具，带回了一个，哎，可以。恶宝饿了，给恶宝吃个小罐头。走吧。出发吧，恶宝。等一下 ，KS 病自己治好了。KS 也是牛逼啊，讲道理。那你自己，你出门吧，你去交朋友去吧。证明你自己在这个家里有价值，你才能继续活在这个家里面。我为什么给 KS 派出去了？因为第35天了，有可能那种，你们能明白吧？有可能那种，抢劫犯要来了，所以说我得把我小胖姑娘放家里面，现在等着敌人要迎战了，让你们看看啊，马上迎战了，服
斧子换防毒面具，收音机换口琴，换个斧子行，斧子应该有点用。斧子一会儿可以帮那个什么做任务。这饿饱胃不饱是咋的？怎么天天饿呢？自从 JY 成了蒙多，好吧，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他自己了。他一直在笑，但没人真的敢试图跟他说话，没人敢。我们应该尝试跟他说话交流。嘿，这是个坏主意，我们想错了。他说的话听起来像粉碎，开始砸任何挡住他路的东西。一会儿他冷静下来站着不动，也许这就是他不表达情感的方式啊。完了给他妈砸生气，妈砸受伤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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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宝不太乖呀、啊、不应该跟他沟通啊。怎么回事啊？那个双胞胎怎么不来做任务啊？看看你带回来了什么，牛逼！两个罐头，两个水，一个收音机，三个罐头，四个罐头，五个罐头，五个罐头，两个水，一个收音机。给你，来，活下来。走吧，饿。害怕吗？你们一百多万的害怕吗？吃饱喝饱，吃饱喝饱，吃饱。打劫的来了怎么办？他打劫的，他敢来？他敢来？刘哥，我让他有去无回。他真是不知道我饿饱的厉害啊。再挺一天，圈圈你再挺一天，明天就给你治病。阿圈挺住。阿圈挺住，再挺一天，明天就给你治病。饿饱饿了，如果还有明天，
我将怎样？吃饱喝饱，咱爷俩人就爷俩在家了，开开心心的。不是，这任务怎么不往前推进呢？我就有点迷茫了呢。来，我今天忍一天啊，老子今天忍一天。来来来，你打我，来，你先打劫，我先去他锁锁一下。三天以后我恶宝回来，我这波我不让他出门，然后我吓死你们。对不起，结束了，三人活着获得了胜利，赢了。屋里两个，外面那个你觉得能死吗？你们别玩赖啊，那个没死，只是没回来屋呢，你们别玩赖啊。恶宝能死吗？谁说恶宝不是人的？别玩赖啊，谢谢芋头。怎么样？喂，哦，谢谢欣欣的火焰一号，谢谢游耳号，谢谢芋头。喂，啊，你是刘小怂？我也是刘小怂啊。啊，你是11:08的刘小怂啊？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哦，放心吧，没事儿。啊，他们情绪还挺稳定的，没哭。是啊。啊，咱们这边赢了，但是他们也还行，啊，没哭没哭，嗯，那行，哎，好嘞，嗯，好好玩吧，哎，好嘞，放心，拜拜。哎呀，谢谢丘比特和芋头，给我，怎么还能给我来电话的呢？严不严谨？哎，提前了10分钟吗？哎呀，那就别那么挑了，这毕竟这不是个现挂吗？哎呀，谢谢仙女儿的520。谢谢查查。什么意思？当然赢了，谢谢丘比特。问一下啊，那个刚才买了140多万理财产品的这些观众，为了这10%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些观众，然后刚才觉得买能是0×1.1的这些观众。现在心情怎么样？谢谢 K 同学。嗯？啊？还好吗？还好吗？是因为喜欢？不是，你们这些人有意思了，我也没。这你们自己压的不对，嘿，不让问了。谢谢北野。哎呀，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别取消，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们道个歉。我没想到我玩这么厉害，我为我玩这么厉害给你们道个歉。哎，我也没想到我自己这么强啊。
谢谢总太太。啊，怎么了？跟正常什么的，那个啥，今天不播了，差不多了，剩那会儿不播了，然后明天正常直播了。谢谢，谢谢莫尔仔，谢谢怂太太。那个明天晚上就正常七点开播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啊，拜拜了，明天复盘啊，明天复盘。嗯，谢谢希望。好，晚安了，拜拜了。明天考试的加油考试啊，后天考试的加油考试啊，大后天考试的加油考试啊，拜拜。谢谢叶姐。